今日入住澳门氹仔葡京人酒店，咁佢酒店位置咧就可以搭轻轨啦，就系东亚运站度落，咁行8分钟左右，咁就会到达酒店噶啦。间酒店以拉为主题啦，咁好多拉嘅公仔布置场景可以俾大家打卡嘅。咁另外啦，呢间酒店3楼就系拉嘅主题房，咁价钱都相对贵啲嘅。咁实际价钱我就冇问啦，因为我都系住普通客房嘅啫。依家咁都影下大堂周围嘅布置俾大家睇下啦。咁一间转头就会上房。咁讲翻酒店门口就会有接驳巴士去永利嘅。咁酒店都会有免费穿梭巴去翻氹仔嘅，咁但系班次咧就好疏，分分钟系成个钟头先得一班。如果真系要搭免费穿梭巴去氹仔码头嘅，就建议行多几步过上葡京人啦，因为嗰边咧班次就密好多嘅。酒店大堂最尾端开咗一间安琪儿咖啡及酒廊，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过嚟试下。依家我哋入房啦，一入房就有个玄关位啦，侧边有啲茶啊、茶杯啊，下低有个雪柜。行前少少咁就系厕所浴室，咁个厕所都干净企理啦。侧边就有个浴缸，咁都干净，而且都光线充足。咁浴室里面都有个喇叭，可以同时收听到客厅电视的音量，咁呢个都是一个不错的设计。咁行前少少啦，都会见到有两张大床啦，床的 size 是1.5米的，咁都会有电视啊。有个架俾你摆下嘢啊，书台啊，凳啊，咁我哋呢度望出去咧，就望到澳门蛋嘅，同埋新濠影汇个摩天轮，咁个景观都开扬。睇完间房，我哋落去行下啦。咁依家呢度咧就系酒店商场另外一边。咁嘅布置好特色嘅，咁都会有好多车仔档，咁佢又真係可以卖嘢㗎喎，有鸡蛋仔呀、凉汽水咁样。咁佢都可以俾你入去呢扮卖嘢打卡嘅。咁另外呢都有个好似粤剧台咁嘅嘢，咁都可以上去影下相呀。我有个娱乐场啦，就未开嘅，咁迟啲唔知会唔会开啦。所以呢间酒店都几特别，冇赌场。咁如果大家要去赌场嘅，咁就要过去上葡京。
这个艇呢，大家就可以走入去白马飞鱼影下相嘅。好，咁行出去啦，就见到有啲空旷嘅位置，咁大家都可以喺度买杯咖啡，咁我喺度饮下嘢嘅。咁间市出面咧都会有啲 band 喺度表演唱歌嘅。咁呢一度咧就可以入翻去正式嘅酒店商场啦。咁我哋都入去睇下有咩睇啦。咁我都唔详细介绍啊，可以大家慢慢睇片。呢边咧就有久违咗好耐冇见嘅麦当劳叔叔啦、汉堡神偷啦、滑嘟嘟。如果大家都记得佢哋或者中意佢哋嘅，都不妨过嚟影下相。今日嘅介绍到呢度，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睇埋余下嘅片段。中意嘅话，请揿 like。订阅同埋分享俾朋友，多谢。